就是那个危险，对，他自己觉得危险这样子。Yes.没有啦，只是因为你们，因为是陌生人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是为了安全，为了你们的安全。七个月了，我摸他。真的，我们是为了你们的，因为其实平常我们家阿嬷跟小孩啊，以前不知道的时候，还真的就很，只要没有那种很。就是我们只要不要有太比如说直走向他，或是特别，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事情，只是说。